如果我们能在一起，未来我还愿意为你做的更多。 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妹妹看待，对你的陪伴是一种责任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好好照顾莲心的，除非她不再需要。匠人匠心匠情，你该不会不知道，项羽秋的工作室就叫匠心吧？您是不是也喜欢上他了？无论莲心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你都没有勇气去表达你的心意。莲心永远是我的家人，我是项羽秋。 我是莲心，向莲心。向秋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妹妹对哥哥那种喜欢。我只知道，我的生活从我10岁开始就有他的参与，但未来的10年，他也不会缺席。我喜欢你是这么让你难以接受的事情吗？我如果没有爱上他，没有说出口。 他会不会就一直陪着我呢？其实呢，他默默为你做了很多，可是你一直看到他的不辞而别。我是很意外的，但我从来没有控制过他的感情。只要真心相爱过，哪怕时间再短暂，也值得。再找我出城。雨秋，谢谢你的爱，但爱情也需要尊严。 项羽秋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家呀！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你坦白从宽，到底出马了多少？无非就是三围体重、身高、家庭情况、感情经历、公司住址、电话号码，就差把我论斤卖了。不要脸啊！双十一啊，要申请求婚，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办出这么简单的事？爱情始于吸引，婚姻死于控制。小秋。 唐诗和莲心整个选一个，真的，他们不讲了。我一个人像小可怜一样在长舒恐慌。你干什么？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骗你，只是可能曾经太用力的爱过一个人，力气全都用完了。你不是一直好奇我为什么离婚吗？ 因为我心里的人一直都是你，陈姐，夏小秋是不是你兄弟？夏小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看不出来我对你的感情吗？他仗着你这么多年，是对罗婷愧疚。难道你真的把自己当他家里人了？我只是不想他在耽误你罢了。其实谢湛人也不是不好，只是不适合江心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为了帮莲心，毁了我们江心的前途啊！你说你要照顾莲心长大。 可是这么多年了，莲心已经长大了，我还在等。你总要做出选择的不是吗？没有谁的真心是活该被辜负的。在我唐诗这儿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他回国是因为蒋佩珊。你的爸。谢谢。老板你好，我叫项羽秋。是你。时间呢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 也会耽误掉很多珍贵的感情。如果你现在放弃，那就要接受有一天他会变成别人的男朋友。我找到妹妹了，我只是一直不知道，这个跟我作对的小丫头，就是我的亲妹妹。爸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所以她的记忆都停留在我们出事之前。爸。世事艰辛。 都是我的乖女儿呀，向羽秋，你带过我姐，就好好照顾莲心。结果呢？照顾到她爱上了你，你跟着莲心来了西班牙，不就是对她心怀不轨吗？她害死我姐，害你生病，我死也不会原谅她。希望你穿上她，能够在舞台上发光，从小到大，我收到过很多心里话，得到过很多掌声，可那么一个女孩，从来没有给我鼓掌。 他说要等我成为真正的钢琴家，莲心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梦里出现过一个人很多次，我都站在他的背后，听着他的音乐。
信任我决定，我要站在他的旁边。文瑞，我喜欢你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